99，原价是208，一个老汤鱼就88了。这就是老汤鱼，这是老汤鱼，就价值88了。对对对对，原价200多，现在99，你这不亏吗？不亏，不亏。这还搞脖子吗？刚出来不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刚出来不是这样的。好好好，它应该是这种感觉。对，白白的鱼皮。这是水煮肉片38，这个是手撕包菜24，这是宫保鸡丁28，这是川北凉粉18，再加四个米饭。川北凉粉它永远是这个模样。对，川北凉粉。这才就是，那个开出家同行开笑闹笑话了。啊，韭菜鸡蛋的。韭菜鸡蛋哈，哎呀，山西的饺子啊，蘸上山西的老陈醋。酱料啊，是的。太绝了，好，谢谢。你看，老板为了更好的拍摄效果，亲自摆盘儿。像他这个套餐原价是370，现在是228元，8到10人餐。像这个是一个香辣烤鱼，这是麻婆豆腐，这是一个金汤肥牛，就价值46元。这是一个皮冻，像这个是东北大拉皮，18元。这是一个回锅肉，这是一个双椒油黄鸡。这个8到10人套餐还有饺子啊，什么馅儿？包的呢？包的呢？肉馅、素馅。这是他家店里环境，挺宽敞、挺大气的啊。这是什么馅儿？猪肉是吧？啊，没有那气。看这鱼特别有食欲啊！我必须推荐一下他家这个金汤肥牛，啊，吃的很辣，很过瘾。我吃了好几片，肉都被我吃完了。真可以。还有这饺子，一口一个。吃得很爽。自从有了短视频平台，我发现现在的餐饮商家真的是越来越卷了。这些老板为了吸引客流、吸引流量，真的是叫下了血本，然后上一些非常适合的团购套餐。刚才在里面拍了两个套餐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他家店的位置是在太原北大街上，前面啊就是太原北大街和新建路交叉口。